位于台东市中华路上的金刚禅寺，1月26号午间在寺前广场办理岁末平安福宴，与十方大众共结法缘。这个世界句呢，就是法缘咒玄音，离扰喜乐亲，转入净明心，迈行觉福境。这个意思就是说，借由这个音乐参会的法缘，为我们演奏出玄音。为什么？因为他今天的禅会可以分成三个层次，是一场美食享宴，也是一场音乐享宴，也是一场心灵享宴。借由这个音乐，借由这个美食，让我们远离纷扰，迎接喜乐。不但如此，我们的音乐禅会分成三个层次：欢喜、宁静、光明。所以人静下来之后，你会有思考，会有领悟，会对未来会产生智慧。第四句，迈行觉悟境，所以你领悟之后，你会有自信，你看得到未来光明在哪里。无力无大家请合掌，请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除了临近禅寺的街坊邻居们应邀前来享受这场充满法喜的身心灵盛宴外，也有信众和宾客专程而来。要感谢我们金刚寺在慧理老师的领导之下，提供我们洗净我们身心灵哈，还一个很好的地方，请教开后了哈。好，慧理师傅哈，你在跟魏锦妮弄板几年轻，真的非常温馨哈，而且受到大家欢迎的这样的一个餐会，我想大家马上来这吃炖饭尔，也是大家吼，伫这个旧年尾的新年头，大家伫这来互相的祝福，吼，在这新的一年，咱互相的祝福。感谢您哈，让我们一般人都可以用这么有趣，然后这么温暖的方式哈，来亲近我们的佛教三宝哈，亲近我们的佛法僧哈，真的非常谢谢慧律法师。你们来莫西。还会对到最大的功德，大家知无？爱欢喜心布施，你一定要非常非常非常开心的布施，你今天就会得到无比的功德。给慧律法师一个掌声好不好？这天菩萨请客，师父请客，众生一边用餐一边沐浴在平安祈福罗及美好乐曲中，深刻感受慧律师父为福宴所写下的寄语的深意。法缘奏玄音，离扰喜乐尽，转入净明心，迈行觉福尽。台东所在综合报道。